这下离西雅图越来越远了，越走越远。然后今天就要到华盛顿州跟蒙大拿州的交界地了，在那个地方呢，是我们美国旅行的房车旅行今年的最后一个营地。在这个营地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进入野营的状态。通常会在开进的途中，然后寻找沿线的 Costco 来加油或者是补充我们的生活用品。那我们前边就要到 Costco 了。看了一下信息，这个 Costco 也是华盛顿州的最东边的一个 Costco 了，因为再往里走几乎就没有什么人烟了。这个时候贝托不一样，这是在一个山谷里面的 Costco。我们在 Costco 加油买东西的这个城市，在一个山谷里头，真是很漂亮。没来得及看它叫什么名字。在三面的一个山谷里头，它有一条河，很宽的河，还聚集成了湖，向左转，从这个城市穿城而过。本来这个城市就是沿这个河谷所建，所以景色非常漂亮，应该是局地的气候各方面的条件可能都非常好，这个地方人口聚集。你看多漂亮，这个沿河的这个路，这个河多漂亮，这个河谷。还有老周，现在看到的主要就是农田，可能再往蒙大拿那个方向走一走的话，连农田都没了，就越来越少了，人烟越来越少。90号的高速啊，这个车况，这个路况跟车况都非常好，两边都是大片的农田，一望无际的，感觉还是可以的，不错。现在在九十号高速往东
进发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开始发现这个农田已经不见了，现在基本上就是荒野了，一望无际的荒野。其实摩纳达州的基本的这个状况可能也就是这样，但是现在还是在华盛顿州。我们今天要到达的这个营地呢，是处在华盛顿州跟摩纳达州的交界，这一路过去就是荒野了呀。对啊，在这个旷野里头有很多，有左前方包括前面有很多这种刮的小旋风，小龙卷柱，挺有意思的，它就一直在刮，一直在刮，这个非常多。也好高呀。嗯，大概有40米高嘛。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有100公里了，差不多。我们才遇到了一个，算是一个补给的一个点吧，看到一个加油站和比较零散的一个住宅商业方面的东西在附近。那个尖顶的教堂建筑，这应该是90高速上的一个重镇。这个地方走了好远没有人，可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城市不小。这个城市叫斯波坎，好大。从斯波坎再往东去，往东偏北一点走，我们现在又看到大片的森林了。我看了一下地图，这边又是一个国家森林。所以整个国家森林呢，在美国本土的这个版图上面的这个布局啊，非常厉害。看来我们这个营地是在山里头，现在有进山的这个趋势。进山了，真是进山了。还有十多公里，现在已经看到进山的路，就很明显。大叔，好漂亮的地方！这个营地啊，在一个大湖的旁边，所以跟 KOA 的一个营地呢是合在一起的。我现在判断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漂亮，很期待哦。可以放纵的钓鱼啊。来帮你。新市401号，稍向左转。那 KYI 网友，那 KYI 那点那骚的那也网友吧，对吧？加上会员。可以，太小了，来再往里走走吧。这个场地很厉害，
州的第二大城市。行驶600米后向左转。今天进来采购，就发现这个城市还真是，因为够大，也够老旧。但是味道还是挺足的。对啊，说明它的这个历史很久远。向左转，然后稍向右转。街道两侧就跟什么古董似的，很多这种店。其实，在假期之后，这个营地基本上就算空了。我们那个区域的旁边也只有我们一家、两家吧，就非常少，非常少。我来到了他这另外一个区域。也就零零散散的有这么几个房车。这个营地10月4号开始关闭。这也是我们最后一个在华盛顿州的最后一个营地了。整个会员服务中心也都空了，那我们就在这边玩一玩。哎，有月，哇，不是虾，是个草。终于钓上来一颗虾。你问他这个月是放吗？
地，啊，这么舒服的环境，一到过了周末之后，这里头就全部没有人了，哈哈，就剩我们一个车了。这个会员服务中心每天没有人，几乎没有人吧，就我一个人在这玩，很大的地方，好舒服。上面有一个阁楼，这个阁楼呢，上面有桌子有椅子，我就天天在这上面玩。你要往哪走？在十字路口了，往这走还是往那走？所以啊，看这边的路好走。你选择呢？Go。盐湖徒步，这个小道就是一个盐湖的一个徒步道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搞不好从这儿就直接可以走回去营地呢。看着像，看着方向你看往里走有没有路？你看有都是这样的路。哦，这什么路啊？这是。你愿不愿意走？这可以啊。嗯？这可以啊。但是这底下这个不是松树啊。底下应该也是松树啊。它在它的基础上茁壮的成长，哈哈，这有意思。你这是芦苇荡哎。啊，有路哈。有这个帽子掉了呢。漂亮吗？漂亮吗？哈哈。前面好像有个栏杆，哦，是这里。我这湖不小，从这看。那里面都是草，里面还有稻。这是一个观光的地方，对吧？哎呀，好舒服！哈哈。哦。豁然开朗。这我们已经到达湖的正中间，这错了，我们等于算是走了一半了哈。营地在那棚子那边。对，但这边比那边好看。嗯，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。你发现了桃花源吗？干净桃花源。
跟这跟咱书里写的可一样，你看看小径啊，到这里了看。这个这么密啊，就我估计它因为就是这个头前这一点嘛，你再走走它就路就出来了。啊，这个你再穿这个穿这个树叶洞，这太密了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很有意思。没抓过这么样的。嗯，好，出来了吧？这自己好像是，这可以了吧？这可以了。好，这漂亮了。这个山，这个山，这个秋景漂亮了。有桃花源的感觉吗？哦，你歇一会儿。哎，你歇一会儿，这也不错。啊，这水里头全是荷花，就是野荷花，对吧？野百合，也有喷喷。爬山，爬一小山。怎么样？舒服吧？酸爽酸爽。酸爽。大米牌的包子又开始了，真棒。